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培峰。那今天我要让大家看一看，就是上一次我们去那个发生过命案的那个湖畔所做的一个试验。那个试验呢，我们当下是让 King 在那个地方做一个他当时情况的回顾，然后做一个试验，也就是做一个感应动作。那一天我并没有跟 King 说，那一天感应的时候我有替他施法。等那边，那让他的灵动更加的明显，以至于他那一天是有点吓到的状况。上一个影片我有跟大家说，当下我施了这个法，我有让那个灵体进入我当初施法所使用的那一条鱼里面。那也因为他是在这个水里面发生命案的关系，所以自然而然他要附着的东西呢，一定是跟这个地方比较接近的东西，所以自然而然他就会附在这些水里面的动物呢，他就会比较好依附。那事后我有将这个鱼带回来处理。那今天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这条鱼它后续究竟出现了哪些状况。因为相信大家在其他的影视作品里面呢，常常都会看到这些类似的情境，像这种人面鱼啊，或者是这些都市传说里面呢，很容易附着灵体，那产生一些变异的状况。那今天我就是让大家看看这个真实的情况究竟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。那等一下我也是一样会施法，将这个鱼体里面的灵体呢释放出来。那释放出来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待会就知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。
现在我就让大家看看这条鱼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影视作品里面呢，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这种画面。那其实灵体要是寄宿在这种鱼里面的情况呢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生物里面呢，所产生出来的情况就像这个样子，它会使里面充满灰气。那当这种生物体打开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情况，它的里面是新鲜的，但是就是充满了这种黑色的东西，也就是灵体进驻过的事实，它会产生这种局部腐败的情况，所以呢，以至于这个鱼
它看起来会呈现一个很奇怪的色泽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先到这边，那就下个影片见吧。